要玩那个球。哎，不要丢人哦。小乖，把球传给我，把球传给我。哼，好，准备，攻击，攻击。好，吴彦婷，刚刚说什么？吴彦婷，吴彦婷，妈妈在叫你啊，吴彦婷。哦，妈妈在说什么？你要去罚站哦。一，吴彦婷。一，二。刚刚有没有？有。说什么？哦，没关系。他是在跟你说，你那边。那你刚刚有说没有？有没有丢？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那有没有丢？你到底有没有丢？有没有丢？不要丢啊！看我有没有丢。哦。哦，换这个人要去后面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嗯。你有没有丢人？他已经第二次了。有没有？我要攻击别人。我要给你两块眼睛看。我眼睛看我。那我要跟你讲话。哦。我数到三了，没站好，我们就直接去罚站。一。二。所以妈妈在讲话要看妈妈，对不对？要站好哦。对呀。我也没用。有没有？我也没用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哭可以解决事情吗？不行啊。不行啊。对啊。我说你做错什么事？往那边拿。妈妈也拿可丢你。这一颗，对，你赶快拿给妈妈哈。哦。那我叫哥哥也来，哥哥丢他的脸。结果又丢到妈妈。然后小乖还在笑。不要！我不要！不要！我不要！哎，你爱他家家吗？不要。真的吗？真的已经第二次了耶。对呀。哦。很多次，很多次。嗯。下次再这样就直接去爬山了哦，知道吗？咻！哦，又丢到安了。对呀，这不是这样。自己打人的时候，假设举得好啊，结果肚皮丢到。哦，你是奥斯卡影帝哦。他是绿巨浩克啦。马上一转过来就咻。自立，你赢分了啦。哦。你知道谁了？我没有说。哦，又说没有，奇怪。这是天性吗？